个好好玩嘅游戏啦，就叫做 JoJo Post Challenge。What？ 你做紧乜啊？你做紧乜啊？咩嚟噶呢个？唔系阿布杜鲁，唔系 Joseph， 唔系啊。你估晒咯。唔会系 Dio 啊？こんにちは FLC です。そしてこちらはアンです。あのですね、我哋今日要玩嘅咧系乜嘢？見到 NJ 喺度，其實就只係關 JoJo 事㗎啦。我哋件衫都著埋㗎啦。咁其實我之前咧就喺一個外國人嘅 YouTuber 度咧，就見到佢哋喺度玩一個好好玩嘅遊戲啦，就叫做 JoJo Post Challenge。咁如果你哋上次有睇我哋嗰條關於 JoJo 必須要睇理由嘅片咧，我哋入面都有提到一樣嘢咧，就叫做 JoJo Tachi。JoJo Tachi 即係一啲 JoJo 嘅。咁即係佢哋 JoJo 入面嘅角色會擺一啲奇妙嘅 pose 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請咗 FLC 上嚟咧，我就諗住同佢一齊玩下啦。事不宜遲，即刻説明咗先啦。咁其實個遊戲咧就好簡單嘅，咁啊輪流咧去做一啲 JoJo 入面角色所做嘅 JoJo Tachi 或者一啲 Kimi pose 啦。咁然後咧我哋就要對方去望住佢，跟住就要30秒內估。咁估中又嗌得中個名嘅話咧就有分，而然後估錯或者估唔中就冇分咁樣啦。雖然我哋未正式開始個遊戲，但係如果你都係中意 JoJo 或者你都係中意動漫嘅 fans 嘅話咧，就請你事不宜遲，快啲幫我哋 like 咗條片先啦 ！Like！1秒前ゼロ第一条ジョータロー不是死了這樣同一部的不是阿布杜魯不是ジョーセフ不是啊你猜完了不會是Dio啊不是我crazy不是夠了嗎卡喬言啊臨死嗰下，クライディオ半径20メートル、エメラルドスプラッシュは。What？ 你做緊乜啊？你做緊乜啊？咩嚟噶呢個？掂地？就係咁啦。哇！嚇一聲。替身嚟嘅。唔係角色嚟。角色有冇咁嘅角色？哦 ，Seko。第一季。第一季？哇！睇我係緊鬼幾多咩？第一季就係識兩個。夠鐘啦。是不是 Jonathan Joestar 有啲咁嘅有做咁样嘅咩？呢个系第四部。啊，系。第四部嘅JoJo 嘅嗰个 Standal 系咪 Crazy Diamond？ 唔系。唔系。咁呢个系啊，嗰个叫做佢个 friend， 嗰个叫做佢个 friend。够钟啦。是誰啊 Killer Queen 啊 Killer Queen と私はこいつを名付けて呼んでいる你不是很得喎我沒有特別溫啲是我沒有特別溫啊這個很容易啫不是他通常說很容易那些我都是估不到容易哪忽容易啊柱蘭來的不是柱蘭誰很單腳旗啊背脊我仲要背脊单脚企，我放弃啊！Give up， 我完全 get 唔到。Dio 吓 ，show 佢入胜。哦，你做得唔够全神啊 ！Oh my god！ 呢个应该够简单。呢个系我知道第三季嘅嗰、那个啊头发藤色头发，突然间咩名先系？搞错啦！哇，你嘅系有睇Silver Chariot 个。嘅 Silver Chariot 嘅啊係啊 Polo Knife， 嗯啱啊 Polo Knife， 我終於有一分啦，啊做頭路咯，係。お前のスタンドは被害者自身にも法律にも見えねえし分からねえ。だから俺が裁く。呢樣難啊！第四季嘅畫家。黑洛行啊，抌地唔系喎，系咪揸住啲嘢噶？唔系，唔好揸啲嘢。咁一锤揼落去，敌人嚟嘅，唔系主角群。嗱呢就 handle， 可以从呢个方向去啦。嗯。
够重嘅。大家识听。我呢个我做出嚟有啲羞耻，不过呢个咪 Dio 咯，唔系唔系啊，唔系 Killer Queen， 唔系，死啦，边个嚟噶呢个？好攰，好攰。呢个系 JoJo 第二季，第二季 JoJo， 唔系 JoJo。等阵先 ，Sisa， 唔系 JoJo， 唔系 JoJo， 唔系 Sisa， 咁系边个？第二季仲有边个？佢咪咁射我？啊 ，Dio 唔系第二句冇 Dio 呢玩嘢啊，够钟啦！啊，卡唔系 Shutoloheimu 啊，德国佬啊 ！Oh my god！ Sisa， Joseph， Killer Queen， 啊 ，Killer Queen 喎，点解佢话亲容易嗰啲都系嗰啲？嗱，呢个真系经典噶，我冇话你。啊，花京院，花京院，花京院。呢个你唔知啊嘛？第三季，唉，死得啦！我系 JoJo fans。如果系呢个，我就会 SHIT。讲 SHIT 都唔识。第二季 ，no， 第四季。吓，够钟啦 ！Echoes Three Freeze。SHIT。Dio。你讲咩 ？Dio。系。見ているな。呢个系边个啊？第五季出过两集，一集定两集啫？系咪嗰个？我咪流口水。等阵先，等阵先。啊，系咪打 Fugo 嗰条友啊？唔系，差唔多。同 Fugo 同烂烂茶打嗰个人，都唔系。呢个都好容易噶，要流口水啊！要流口水。哈布黑子啊！吓吓，唔 get 搞嘢嘅转紧嘅 build 啊，卡梅拉都 build 咯，冇头绪，真系冇头绪。够钟啦 ，pass 啊 ，pass。我唔啱，我要 pass。我一睇就知系 pass 啊 ！pass 得 pass 会钓鱼嘅啫嘛。系喎，呢个原来钓鱼喎。第五季，个叫咩名咧 ？Six Pistols， 唔系喎，咁个白橙色帽嗰个咧，橙色帽，蓝色衫嗰个咧，系咁嘅咯，快啲名。唔系拿兰茶，唔系拿兰茶，拿兰茶系飞机啊嘛，死啦！好攰啊！够钟啦！我系唔记得咗佢叫咩名。Mister 咯 ，Mister。ただしお前にもしてもらうぜ。ぶち砕かれてあの世に旅立つって覚悟だがな。Dio， 唔系 Dio 咩？唔好俾提示我，我谂紧 Standard 嚟噶。佢边个会咁样？我想问，有冇提示啊？坏人。坏人。冇乜邊個壞人證噶咯，但係唔怪壞人咪夾咗 Diablo。你試下估係咪啊？係咪啊？我原本以為係阿Killer Queen 咯，因為 Chocolate 嚇，好熟好熟啊，好熟第四季，嗯，但係唔係畫家，奇妙的數學，唔係東方象座，係咪嗰個宇宙人啊？宇宙人都出埋嚟。你讲数数学啊咧？嗰、那个矮仔唔系死啦，会系边个？奇妙的数学边一个名场面嚟嘅？我要计翻个距离先。完全唔记得。Tia Yoshikage 度边度啊？佢系临尾咯，临尾打 Joske 嗰度。跟住佢度紧啲咩啊？佢度紧呢个 Straight Cut 度嗰个空气炮几时过到去 ？Oh shit！贵喎要 ，Eggy 咯，系佢你玩翻佢，就系 Eggy 咯，唔系 Eggy 咩 ？Vanilla Ice 咩嚟噶？你脚系咪做紧啲咩噶？只脚应该离跑步噶要离地啊，有啲咁嘅嘢嘅咩？第几季啊？够钟系咪啊？哇！你好嘢，好嘢，好嘢，我都 get 到啦。呢个系第四第。第五
等等，我太容易了，我覺得。等等，我諗緊佢做緊啲咩啊？狗裝。O P。如果呢個喺一戰，做咗冇做翻啊？我喺度諗緊，你不係啲沙定係做乜嘢咯？嚇，做唔到啊？邊個做到叉腰咁樣啊？嗰嚿咩嚟㗎？佢揸住一條。放棄。あんたのことなんて呼べばいいの？スパイスガール。送分題。送到有冇？佢覺得嗰啲送分題我都估唔中。何？第三季。都送大分。第二季嚇？呢個做第五啊。第五季啊。過你話。我知道，我知道。Golden Experience。爭少少。Requiem これがレクイエムだ。邊忽容易我想問有啲咁嘅嘢嘅咩？唔係Pablo Hayes啦，我扮完你冇理由扮嘅，你扮嘅Echoes啊。自信不到，唔好俾你傳統嘅思想框制你嘅框框。即是一些變態嘢啦，不是意想不到，夠鐘都是 Spice Girl， 頂你好狗啊，好狗啊！邊首歌一齊嘆氣啊？我真係估唔到，其實 JoJo 嗰啲 post 咧睇落咧，你會好有印象啦，同埋好似都幾簡單，好似個個都好有特色噶嘛。但係當原來我哋一般嘅凡人做出嚟嘅時候係咁難，係意想不到地難做咯，同埋難估。有時喂佢話咧好經典，咁我望翻張圖係真係好經典嘅，咁但係估唔到就係估唔到。係啊，同埋每個人嘅經典都可能有啲唔同，同埋咧我哋發現咧有啲 JoJo 嘅 post 咧，其實咧係幾個角色之間都好相似。真係似。係啊，例如即係呢啲啊，係咯，呢啲係咯，嗰啲人，唉，總之係有啲難估。如果大家都有啲中意 JoJo 嘅朋友咧，不如你都可以同佢哋下次玩下呢個遊戲，我覺得可以增進 JoJo 嘅知識同埋感情。不如你哋又試下，如果你哋喺睇我哋嘅片嘅時候咧，都可以估中多過四題嘅，記得留言同我哋講啊。啊，係啦，講到 JoJo Touch 嚟講咧，其實咧我哋之前都拍過一連串嘅 JoJo Touch 嘅，咁啊唔好講咁多，我哋去一去片先啦。中意我哋呢条片嘅朋友就欢迎去 like 我 Facebook page 啦 ，follow 我哋嘅 IG 啦，跟住同埋 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我有机会再见啦，拜拜。有冇白痴 game？ 有冇白痴 game 咧？我哋就等观众去决定啦。如果你有一个好好嘅白痴 game 嘅 idea 咧，就欢迎留 comment 去同我哋讲。